晚上10点49分，民宅瞬间下塌倾斜，造成100位居民无家可归。但追究疏失源头，竟发现这场公安意外原本是可以避免。这次酿祸的基泰建设公司，他们在盖房前就委托宜大顾问公司帮他们做监测，只是监测结果是有问题的，难道宜大没责任吗？他不是监造单位，他只是被委托的监测厂商了，应该也没有这个判读的能力。为维护施工品质，建商必须雇请监测顾问，针对连续壁测向变化以及钢筋应力变化、地下水位变化等等，依照施工进度做成观测记录。 宜大是这次的监测厂商，主要负责检测观察工地现场检测器材的数据，数据结果会交给委托他的人，也就是建案的施工单位。按照规定，只要施工要开挖，就一定得请检测厂商来评估。如果发出警讯超出数值，工地就是立即停工。管理值，警戒值、行动值这些数值去判断，那个判断的责任不在这个。 测量的检测的厂商，这些数据上面有没有可能在上面动手脚？我想应该不会有人做这个事情，没有办法。实际致电宜大工程公司，他们低调不愿多回应，但根据三立新闻掌握，宜大工程已经把相关报告交到建管处，后续就等调查来厘清建设、监造以及监测等4方的责任归属。三立新闻孟国华。